我很听你的话，我真的在拍 vlog。你在拍 vlog 了吗？对啊。哎呦，那你要打招呼吗 ？Hello， 露婷的粉丝们，我是小万。这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哎，所以我们今天讲好穿，他穿白蓝，我穿黑蓝。这样搭起来很好看。对，白蓝跟黑蓝。那你今天要唱几首歌？给你的歌单好像12吗？13。13。那为什么我们要穿白蓝跟黑蓝？因为我们的鼓是黑色，有没有？是新的吗？好，我们要先准备了。我们先准备了。今天开不开心？哎，看起来很不开心。桐花季漂不漂亮？露婷美不美？那水里没有人猜一个水果。因为 water 没，啊 water 没人 ，vlog 通常这样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我收到一张可爱的画，超可爱的。你了吗？你要说嗨。谢谢你来。等小万他们表演完一起走，所以自己来逛一下。想吃冰淇淋，决定买点吃的，好饿哦！我找到了一个小角落，很舒服。然后虽然其实我现在生理期，但是看到冰淇淋还是吃一下好，太热了。Casual conversation, even a short duration, can cover everything from science based to art. It's so obnoxious that you're kind, that you always have time for family and help out everybody, as if a million things don't occupy your mind. Hello, 大家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很美的夕阳。然后我已经表演结束了，准备要搭高铁，然后。准备去见 Uni， 他从香港回来找我们，那我们就直接跳到台北车站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已经在北车了，但我现在找不到 Uni 在哪里。我又到了一个就是我不熟北车，他更不熟的地步，所以他到底在哪？到底在哪儿呢？找不到。我看到他了。你怎么？我已经在那边等你快20分钟了，你怎么找不到的呢？他在跟我介绍他的新相机，前两天买的，超漂亮的耶。好贵啊！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卡刷爆了。为了买它吗？对。没关系，我在等我的薪水，一出我就要还了。那你明天想干嘛？我明天去逛街。哦，你要买衣服吗？对，我买衣服，没问题。因为我这次只带了4套衣服，可是我要来9天，所以我现在是没有衣服可以穿的。Okay. 好的，没有问题。露婷的人。这个牛肉也太长了吧。我中意你啊！你中唔中意我啊？我唔中意啊！啊，就你，我都 OK。我系你，未来老虎。我们在广东话教学。我每人讲一句，我每个人都是他未来老婆。我系你，你要教个难一点的。嗯，有什么难一点？老师好了。哎，
现在这里可以开始，我们就讲粤语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好，我哋而家咧，可是他们会听不懂，我会上字幕的。我哋而家咧就要去呢个西门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Uni。我是 Mego， 然后啊，哦，啊，我输了，啊，我哋而家咧就要去食呢个嘅，食咩啊？你带我食咩啊？排骨饭，哦，好排骨饭，谢谢，唔该，唔该，我刚刚讲，啊，我现在讲国语，哎，不行，你要练讲，我们两个。我们两个都在讲国语，失控了，我们一直在切换啊，不行啊，我要教你粤语，教我要扮一个香港人，好啊，我开始学，俾只匙羹你，羹汤，羹，匙羹，不用拉长，匙羹唔使咁长，匙羹。羊汤、okay. 很好笑，你只会讲单字。是啊金源排骨，我们今天吃这间叫做金源排骨。金源排骨，他跟我讲了一个打哈欠，怎么讲？打哈喽，打哈喽，超不一样的。就平常你听广东话，其实你听粤语你会觉得跟国语很像，但是打哈喽就完全跟打哈欠是完全不一样。我知道说好像同一个发音，念法都不一样，像东西的西是塞住，塞，可是吸管的吸是靠啊，对，就很不一样。对，我之前我在看港剧就觉得啊，为什么这样子念，然后另外一个词语又是另外一个发音。都是听起来是一样的字啊，黄色黄的黄的，对。完美手冲太奶，广东话，哦，那个是最完美手工太奶，哎，我试试老师，最完美手冲太奶，是咩嚟咧？就是奶盖再加奶茶，泰国奶茶，跟住咧我另外再加珍珠，超好饮啊，一定，但好肥。紧交杯，合本交杯。两个都好喝。好饮，好饮。唔得啊，你唔够兴奋，你好饮嘅。哇，好饮啊！再次，你多次。有。好好饮。是 Uni 的战利品，哎，啊，哎，什么？听不懂？你也讲国语？哦哦。基本上就是我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讲那么多整句的粤语，粤语我觉得有七分，因为
我觉得其实你的字其实是标准的，嗯、就是你那个口气，就是那个语气。今天买了很多战利品哦，你花了多少钱？你要不要讲一下？我不要。我们来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们到底买了多少东西。就是一双 Bape 的鞋子，然后一整袋的衣服。嗯，我花了两万多，夸张，鞋子就快两万嘞。对，然后你那些东西，我怎么没发现我自己花那么多？叮叮，我之后要吃土，吃鸡蛋，我在家吃鸡蛋，现在吃鸡台湾缺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蛋是很贵的啊。鸡蛋也不能吃吗？你连蛋都吃不起啊？那没关系，我就吃 Mego 家的零食。可以，那就不用吃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支 vlog 就结束啦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再见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啦。